来吧，尝尝吧。这一盘是38。酸甜呛鼻的，但是真酥脆啊，好吃。他的酿造人呢叫李长寿，他也是这个茅台酒厂老厂长，李兴发唯一的儿子，还是这个现在这个茅台酒的特级酿酒师，非常厉害。这茶怎么样？有点挂浆味儿。几分钟啊？这个冷藏啊，比那个蜂糖啊还厉害点啊。这个是用6年基酒加8到15年老酒和上百种秘制佳酒调和而成，所以说喝完不上头的。酸菜馅蒸饺，搁饭店吃饺子呀，还得吃水饺，但是人家归属啊，就来蒸饺吧，因为咱自己家包的，他吃烫面的，他这都是说煮饺子面，给你蒸的，一会儿要干了之后，嘎嘎硬。挺咸，要料的味儿有点重，不用蘸酱。要油脂的馅的更得劲，毛香正宗，酱香突出，醇厚细腻，你在舌上停留几秒吧，还有点那个复合的那种芳香味。来，尝尝试用吗？来。你几月做的？他家这饺子我跟你说，又是四川煮的，酸菜饺。哎，看这个。算是过节，过年过节拎两瓶，给父母拿两瓶，给叔叔阿姨拿两瓶，绝对拿出来。看这瓶包装，今天这外卖呀也老了，我看那个外卖小哥左一个右一个的，嘎嘎嘎。48、38，多少钱？16。给我刷一下袋吗？完了，给我两个袋儿，51。好嘞。哎呀，走了。天都黑了。他家我不是第一次来啊，以前来过几次，
感觉不错，但是人多时候来是真闹心的。不光他家，别的地方饺子馆我估计也一样，都一样，对不？行了，今晚视频咱就到这儿了，但是吃的挺香，满头大汗，拜拜。